大家好，万众期待的价值观和大风车终于还没有更新。这是一档全新节目《大家车兄弟团》，和前面两个已经火爆的明星节目相比，这个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经费更加爆炸。用来跑山太爽了，你看这个方向盘的握感小巧直接，还有它这个发动机随随便便拉到5000转，一点都不带气喘的，这个后劲哇完全跟子录完，车身都没有侧倾的，在那个年代其实好开的车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像这款嘉年华一样，有深厚的欧洲血统，又有强劲的动力，又有非常出色的底盘，还有主观驾驶乐趣的，我是想不出另一个来啊。我没试过在一部原装的这种破烂上面，你做跟子动作是可以做得那么流畅的。哪怕这个车的悬架和轴承都已经不太行了，但都是诱惑着我以更快的速度冲进去就对了。变速箱的每一个档位都是为每一个弯量身定造的，动力，哎呀，入错波，都没问题的，简直是完美无缺。它要2001年进入中国市场，那个时候我们的中国市场还不知道什么叫钢炮。我坚信我的两个搭档呢，他是不会欣赏意大利车的，他们挑不到那么有趣味的一部钢炮的。起亚的千里马正是东风悦达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台车，当年同级少有的配了一套独立后悬架的车，这台车毫无疑问具备了这个实力。我知道他们两个人呢，选车闭着眼睛都会选那些欧系车的，他们也压根想不到我会选一台韩系车，我觉得开这台车没得输吧。我知道你们都管我叫破烂老中医，要不这样，找个地方我帮这三部车把把脉吧。嘉年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猜到 YYV 肯定会买这个车。是是是，我不止一次听他吹过这个车吹上天啊！这是我职业生涯里头整个2000年代试过的动力、操控、驾驶乐趣、性能最好的车。那你说这个多少钱呢？你们这两个车花多少钱？先汇报一下。我那个很便宜啫，3400。3400啊？我更省钱，我会懂持家的，再少400，3000块。封利是啊，封个红包啊，我就把它开走啊，这些不是钱的问题啊。你那个1500块钱我给多你啊，真是。我给1800，你给1800，马上买。对，哇，你也有良心啊。加起来多少？6400，能买你4台是吧？差不多。我头一次感觉到我作为制作人的优越性。当当当当，
6800。有什么好优越的？被人家当水鱼砍一台。两台加起来没我一台贵。这败家子啊！你这个破车6000多，随便搞随便搞，内饰所有东西都是坏的，座椅都动不了的。然后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凭什么值这个钱呢？这里啊。发动机啊，这个车没改过，这个车 1.6 发动机是当年动力最好的一台发动机，超级好超级好，纯上马力有多少？怎么比纯上马力都有200匹，实际都有100匹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才是纯正血统。你那个我不知道你那个发动机吹上天怎么样，但是我这个车由里到外，从血统从出生都是纯正的意大利超跑血统，里面藏的是法拉利的灵魂，连车环舒马赫都说好。也是，这个车当年是舒马赫拍的广告。那肯定啊，你知道我这个什么背景吗？什么背景？靠边站啊！美国品牌，欧洲研发中心，德国研发的，我去过啊。然后为谁研发的？为印度市场研发。所以这个车顶特别高，然后它是长安福特在中国投放的第一个车型。说来说去还是咖喱味啊？不是，是绝对的国际背景，超级牛。你看，说血统，你回家去吧，你这个小韩系车，你有。你们这些没东西吹就吹血统，给你们演示一个功能。哇，这个车的车况好到不得了，来 ，VIP 去一个 VIP 的位置，你站在那个副驾。我都不会帮他这个车。哎，袁老师，你就站在这里好好看看看这个内饰，新到啊！头枕座椅都是可以调的哦。他那个座椅的皮革也真是好。我丢，我丢，我丢。哎，然后又有正常的升旗仪式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可以吗？我得。喂，你自己呢？你这样无耻，又是我想不到的。它不只能够升上去，还能正常缩回去啊，大哥，这可靠性无敌啦！哦，所以你的拼，对啊，车况好到不得了，是拼可靠性是啊？不是，我不管拼什么，我的可靠性都是一个基本来的。这回的主题是拼驾控哦，拼驾驶乐趣哦，拼性能哦，所以你这些根本我觉得你们那些都是没什么挑战性的。我们去赛车场比一下真章，这个才是符合这些主题的。这个车它生在赛车场。他就算是挂了，也应该在赛车场挂了啊！我好想看哦，那就走了，走。法拉利现在赛车场都不行啦，舒马赫也不精神喽，在马上。怎么样，你们的车精不精神啊？哎，精神呢、啊？精神过早上5点钟才起床啊！说实话，我现在愈发觉得，我花6000块钱买了一个一流的发动机，然后另外800块钱买了一堆废铁和一堆垃圾塑料回来。反正我就知道你的行李舱盖是关不了的，一点都没说错。这一代的嘉年华2003年投产，2006年就停产了，仅仅生产了3年。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外观太丑，工艺太差。工艺差差到什么程度啊？这个门板基本上一开门它就要掉下来，包括我这个座椅，两边的座椅这个调节的把手都掉了，所以我现在两张都是固定式的铜椅。然后这个方向盘都已经掉毛啊，然后有些该掉出来的东西，你看。我隆重向你们推荐一个很好的享受驾驶乐趣的方法，就是把窗户全都摇开，把一只手伸出去啊！没空调都被你说得这么优雅的哦哈！我的车如果不开窗的话，我会死在里面了，因为我的车废气倒灌了。嗰啲废气喺个空调口度吹出嚟啦，我吸落去，丝巾活络，你个头有啲嗡嗡地呢，就马骝呢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翻个头出出，索索通通嘅。如果唔系自己就晕掉低啦，就咪搞死人啦，就啲废气倒灌，真系马骝癫啦。一定听到了，我这个车它那个排气管的声音非常澎湃，因为我买回来的时候它已经破了一个洞了，不过我心灵手巧，我用纸皮把排气管包了一下，哪怕排量不是很大的发动机，这种澎湃的声音我感觉就已经多了30匹了，真的是闻得到，很臭啊，旁白旁白旁白，他怎么直说呢？你那个是什么橙色的事故车？来，坦白交代一下。没
没有，也就是追了个尾 ，A 柱切了一刀，天花有点漏水。然后我的那个挡杆后面那个小储物格有可以养金鱼啫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当然，这个车呢本身也有一点点小问题的。首先是这个方向呢有点，但也不是跑偏，但是呢就给油这个车会自动的往右偏啊，松油就往左偏，但是没所谓，这个就叫主动转向，是吧？卡厂都已经倒闭了，这个车还那么坚强，那么有这个生命力，我觉得不是三千块钱的问题，是三千块当红包啊，我都把个毛怎么都好。说好是来赛车场的，我还准备发挥我这个车的动力和底盘优势，但是现在看看这什么鬼地方。哇，什么地方啊，垃圾缸啊。 YP 你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啊？我们没预算吗？要去烂地比赛吗？喂，这个不是我找的路，这是导演组指的路啊。我看他洗车缸停到底哦。出来就知道了，豁然开朗。哦，我认得这里，我认得这里。哦，可以。导演为我们三个输不起的中年男人量身定制了比赛规则，规则只有四个字，不要撞人。所以这是一场完全无规则的比赛，大家可以直接把节操、风度、规矩都丢到一边，当塑料兄弟情遇上钢铁胜负欲，我相信我们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反正全损呢，也就一万块而已嘛。既然我们的主题是驾控王，我们就只取这条赛道最刁钻的几个弯，做成一条弯接弯的短赛道，赛程长达20圈，是先声夺人还是留前斗后呢？是坐山观虎斗还是损人不利己呢？一场意大利炮、印度嘎年华和韩国千里马之间的无规则、无差别狗斗，一触即发。什么？受伤的又是我！耶！啊，怎么被我撞开了？啊！挖土岛啊！他这车根本一点实力都没有。好、啊，他追上来了。这个时候我要策略。你看，哎呀，直接就把这个内线让出来了。来，我再欣赏一下你，我就欣赏一下你。哦，引擎卷很高了，哥。来，我记了。烟雾弹。啊！行我直吐。输啊！技术赢他，这下不是靠动力了吗？好了，这次要真的是要认真的追了，我应该用回我自己的节奏。严老师有点急了，追不上了。这弯好危险，他们如狼似虎的在后面，我要赶紧跑。
哇，我在后视镜的看到那个派利奥那个姿态太搞笑了。哇，他妈的啊，对不起，你不讲武的，我错我错我错，真的是刹不住。啊，他撞我啊，阿卓已经把元气冲干掉了。 YYB 以为我们后面出什么状况了，慢下来等我。 OK， 这是个机会。啊，推走了。撞我！我都说这招可以的了。你要是挡住我，哇！看到他们真的斗得太凶了，啊！我刹不住啊！我，这家伙玩暴风车，谁赢了？冲到远雷，还有机会，来！很凶，我就坐拥渔翁之力了。我每次看后视镜，发现后面的位置是不一样的，然后他们有时候一看，那都不在赛道上面的，都在吃草的。你看，我在说嘛，非专业赛车就是这个样子的了。你看这个边边角角，哇，完全都不耐撞。这个做谁撞的？你准备啊？啊，这有凳子，东西这有凳子。这个是撞谁的？撞肯定是撞我的了，还用说？进那个慢弯的时候，你用我来减速吗？什么叫做小强啊？好逼！这个主要是刚才他自己感觉到散热不足了，他就把这个格栅自动舍弃了。对，然后你看这个小强，一点事都没有的，有点牛逼哦，真的是。我撞你哪里的？撞我这里啊！你看，就是进那个慢弯嘛，我正常进弯，你把我撞出去嘛，撞到我，把我撞到草地里面嘛。是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防撞梁。我跟你说，我总结出玩这种赛道，我们三个玩呢，绝对不要走那种专业的赛车路线，不要用很绅士的方式，一定要用我儿子玩 PS4 的那个 GT 的那个方式，靠撞来减速，然后慢慢内的话，把那个线锁住，堵住别人的路，让别人没路可走，这样就可以赢了。我觉得还是谁都不服谁的，这是肯定的。我不争。我人厉害一点。
还是用我们的第二种玩法啊。对，我们搞点文明一点的，搞点让大家都无话可说的，大家都幸福的方法。这个、上海国际赛场是吧？不，这个不要让大家有那些学习不好的，这个不要学，不要学，我们头全是坏的。这个是封闭赛道。对对对对，我要做一些让大家可以学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可以一起跟着我们玩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跟我的方式来。需要比较多的钱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来，钱有，钱到位。好，钱呢？头大，头大，车都烂了，怎么搞？我没想过这个问题，我的车都没烂，问他。我觉得你们俩都没有资格在实力的立场跟我对话。你放妹个、啊？因为钱都在我手里。没错，钱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大家希望我们接下来拿这三台破车做什么？怎么来弄他们？怎么把它花点钱把事情做得更好看？可以在公屏里头弹出来，可以在评论区里头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嗯，一键三连，走起走起走起。好，我们就负责搞车，你们负责一键三连，我们下期节目见啦。我已经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啊！敌人，你的首级在我度啦。你攞翻之后得有咩位啊？完整啊，喂，俾翻我，完整啊！我已经获取咗。呢个是敌人的眼核，不知道着不着到，但反正一粒眼核。呢条是敌人的象征。都俾我搞掂咗啦！你攞翻几煲汤啊？条乜嘢？呢个人自己排。哎，你得摆个嘢，摆个嘢啫，你得摆个嘢出嚟。摆定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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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人都摆低啲嘢嘅。哎，得啦。